我哋所希望嘅，其实系一个嘅愿望。我哋就系希望以我哋每个人嘅参与，每一个嘅民意，我哋嚟到去话俾中共听，要释法，谂都唔好谂佢哋。系。好，我哋今日我可以同大家讲讲我哋今次游行嘅人数。的確唔係好多，我亦都唔會嚟到特別講好大嘅數目。根據我哋我哋一啲嘅計算底下咧，我哋今日大約係有1600人參與今次遊行。我知道我講呢個數字未必係好亮麗，但係起碼在座每一位，我至少能夠見到大家。是一個很快的時間能夠出來參與，我們都知道我們這個不是最後一次，而只不過是我們反對他們釋法，我們反對他們近來在立法會所作所為，那些建制派所作所為的一個開始。我們在今天的遊行裡面見到有民主派朋友、進步民主派朋友、自決派朋友，甚至本土派朋友，我知道大家當中有不同的立場或者不同的信念，但我相信大家今天的參與亦都好清楚，我哋香港係有三權分立，我哋唔能夠接受港共嘅政權嚟到同大家踐踏三權分立，係唔係？係。好，陣間咧，我哋會邀請有幾位我哋今日有嚟遊行嘅立法會議員上台。咁之前咧，我亦都要同大家事先講聲嘅，因為參與嘅遊行嘅市民入面，參與團體裏面亦都有青年新政嘅朋友，咁兩位立法會議員尤偉晶議員同埋梁俊仁議員咧，亦都係有參與其中。不過咧，佢哋陣間都同大家講，即係多謝大家關心關於即係香港嘅三權分立被踐踏嘅情況。但係佢哋陣間就因為聽日有法院嘅審訊咧，咁佢哋咧係冇辦法，亦都唔方便上台嚟到去同大家講説話。但係，即使係咁樣，我哋都有唔少嘅立法會議員今日係嚟到。咁我哋咧，而家係俾時間我哋幾位嘅立法會議員選學上台，同大家分享，即係佢哋對於近來發生嘅事一啲觀點。我哋有請佢哋，多謝。我哋首先將個時間交俾毛孟靜議員先。各位，我哋今日保護嘅唔係一個兩個嘅立法會議員。